哎，你能教我些山吗？啊好，好球，哇好球，又进了，我操，我操，马尔蒂尼别超哭，屌，又来了，我操又完了，我赶紧闪了，没人跟他错，我操，这他妈孤独。哎呦，哎呦。我操！他拽着我！我我球！我给你踢到了！好球！好球！没进了！我操！起不来了！起不来了！哎呀！嗯，我踩在真地受伤了！我操！呀呵！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你干嘛？你要干嘛？我的天！你要干嘛？抱着曼联飞速前进！我操！牛顿的棺材板都压不住，后点慌不死他。好球，好球，啊，真好球！哦，我进球了。好，我进球了，祝贺你！哎，我靠！哎呀，我只是断了一下球啊！哎，啥？啊？我靠！啥？这是为什么？啊！为什么？肯定有一条腿拉在外面。进去看，大个儿，大个儿，好球！哎、漂亮，漂亮！好球！射，漂亮！漂亮！这个球位置能不能上？能不能上视频啊？看在爸爸进了个球的份上，给你播一个。啊！你两个人把门将包住了，这种三个人，我操！把所有门将都包了，这是什么战术？这直接不用我了，我操！给他搞大便！哎呀，我感觉我在很尴尬的位置上。哎，他不会传你的，差点让我撞到门柱上，我操！那就比较抓马了。马蒂尼那冲的，我操！哎，这都可以。哇，这算乌龙，乌龙，乌龙，乌龙！我去顶着他。走了，回来防守。我刚接了个电话，丢了两个球，我操！哎呦！抢不到。我的操！录下来！哎呀，我的天啊！这个一定要录下来。这个，我怀疑这是麦克斯碰到的，门将不敢拿吧？没碰到，没碰到，门将就傻逼了。没碰到，没碰到，没碰到。哎，你我操，这个将是傻逼到爆了的。一般这种播出都有黑幕，这个我们都知道。嗯。看了那两个视频，明显发现都是你进球助攻的多一些的。那肯定的啦，那从节目效果嘛，人家毕竟观众认识我的多一点嘛，不是有装逼的意思。你下次专门做一期 Knox 的，你看看你会不会掉粉？做 Top Ten 啊，做 Top Ten。Knox 十大射门不进，我说一下。那可以搞一集。哎，这个系列不错，肯定火，你粉应该能涨。啊，我的天啊！今天一天就他妈够录十大门柱了。我操！还是不甘心的运气好。啊！我终于没打门柱了，我连十大捡漏了都。十大心机时刻。我操！哎，你看，没有犯规吧？先把 Allen 铲倒，然后 Allen 滚地的时候，对吧？就断了。这叫躺铲。哎呦！后边铲上了已经。嗯。哇，这门这裁判怎么又花花绿绿的？花花绿绿的裁判又来。怎么又花花绿绿的裁判？换过去了。我要撅屁股了。哎呀，我操！你用右脚踹着，我的了天！
哎，就是看你在有点在后边，我才那什么撅一下。你扭过来的时候，我都快冲进网里去了。我操！继续用你的右脚。右脚，我操！哎呀，太不好顶，根本顶不到。我把你跟王哥换了位置。看你穿着我都快便秘了，都那种感觉。我靠！哎，起球了！我你看你穿多好吗？你看，你看，好好的传中非要踢得跟残疾人一样。你下一把这样吧，哥，你如果觉得有人的话，你扣一下，然后你再扣一下就回去了。来，你王哥又来了，你看。我觉得我这辈子去不了右路了，再，我操，咱这是要正式再把位置换回来了吗？好，咱们看一下在右路的表演。拉，你看，很烂吗？特别烂的右路。我操，狂奔会左路。我操，左路准备好左路。嗯，姐，上场踢的死去活来的，下场简单的闯一个阵。我操！强行要给我传，还要看来要回给他。我又来了！哎呀，曼联你下脚啥？啥我的点，我操！他过去抢了。我操！全过来了！我的妈呀！重点盯防，好又来了！我操！哇！这太夸张了！我操！你看王哥，你看这，这整个游戏都变简单了。我想办法传给你，你随便一传，左左就进了。左左，你要再进一个，你能拿俩球了就。嗯，太牛逼了！太牛！Thank you.